世界怎么这么安心，感觉被所有人抛弃，生活这么拼命努力，是不是也算一种原理，这世上除了我只有千万个你，逃离那些让你波动情绪的事情，世上没有真的感同身受，面对其实只有一个人，一个人在夜里哭着，哭到头痛直到睡着，没有人能真的理解你啊，觉得虚伪你逢场作戏，我一直都会记得一句话，想达到无往不利，世上没有